河南巩义市，距农民家门前100多米处的半山坡上，发现有一口人工开挖的地下100多米深斜形井洞。井洞是焦永福独自一人从1983年开挖，独自一人用锯头、铁锹、锣头、煤油灯做工具，一锹一锹，一担一担，把土担出100多米外填沟。煤油用了30多斤，耗17年，挖出泉水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焦永福的妻子77岁的吴淑香大娘介绍，此井洞是焦永福独自一人历经7年时间挖成。焦永福以前在文革时期犯有精神病，为治好他的病，他四处奔波求医，借钱将病看好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 焦永福44岁那年，家里吃水困难，要跑很远的惠龙村口去挑水吃。为解决自家吃水难，同时也为报答吴淑香的恩，焦永福就下定决心，请人看井眼位置，独自一人用锯头、铁锹、锣头、煤油灯做工具，一锹一锹，一担一担，把土担出100多米外填沟。图片来自东方 IC。